妈妈，今天我正式当上二管轮了。经过这么多努力，我终于踏上了老师所说的成功之道。她是中华民国产学携手专班第一个培养出来的女管轮，第一位升上二管轮职务的学生。伟先，恭喜啦！今天你从三管升成二管啦，要好好的加油啊！谢谢轮机长，我会好好努力的。好的。当时考差了，就觉得说，就是自己只能怪自己不努力，所以觉得以后可能也没有什么好的工作可以做。直到进入了轮机科，当时也是很懵懂无知，也不知道轮机科到底要干嘛，只知道它是黑手的工作。就是要拆装机器啊，这个在外面看来可能比较不适合女生，但是实际上做起来，女生可能比男生更细心。老师，我这样做可以吗？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你每次都没有照我的话去做啊。有啊，我都照你的意思去做啦。你看你现在所车出来的体恤，是明显都已经变色了。这就证明了你的进刀量真的太大了。那我们一般在进的时候都要慢慢的进，所以你要秉持这样的精神，不要为了求快，这样知道吗？知道。未来你到了职场上也是一样，不要为了一时的快，然后就好像没有办法循序渐进的往上爬，这样你这样在职场上做人才会，在职场上做人就业才会成功，这样知道吗？我知道，谢谢老师。我真的有这么差吗？我到底要怎样努力，才能走上那一条成功之道？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你们正式的踏上一营二号。今天是各位准备要出海实习的第一天，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阶段的开始。校长在这边务必要提醒你们，一营二号是全中华民国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一艘实习船，只有就读我们这个类科的学生才有这个机会可以坐在这里。李教授，各位同学，大家午安，大家好。校长好。今年是教育部产学携手计划的第三年，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高雄海科大于克伟于教授来为我们讲解。等一下，请各位同学仔细听讲，认真的提问。我们现在就用热烈掌声欢迎于克伟于教授。谢谢校长，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教授好。好，我们今天呢，很高兴的有这样的机会呢，来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产学携手计划办理的内涵，然后呢，也说明一下我们在海事发展的一个现况。各位可以看到，到今年为止呢，我们台湾所造的船舶呢，在全世界呢占 1.2%， 在全世界呢是第四位。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对于船海运的发展，我们是抱持着非常大的一个希望。但是呢，也同时呢，它也造成了我们在海事人才上面的一个缺乏。那么，我想在这个时机点，对各位同学来讲，它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前景的一个起点。
在台湾的海事教育，我们每一年呢只招收1000位学生，其中呢450位呢是航海的学生，550位呢是轮机的学生。在这1000位的同学里面，大概就只有100多位同学他会真正的进入海事的职场，开始去跑船。过了20年之后呢，大概就只有10来位同学他能够真正的留在这个职场。我常常讲，今天呢，即使是台塑王永庆，他的儿子呢也没有办法到台塑海运来当公务部或者是船务部的经理，因为只有跑过船的才懂船，只有懂船的才能够去管船，而这一块职场呢是我们的专业。今天即使他是台大电机系毕业的学生，他都没有办法进来我们这样的一个职场。想想看，过了20年之后，回顾以前国中的同学，有多少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管理一个跨国的公司，资产了几千亿的公司，成为里面的专业的经理人？这个是我们的专业的职场。我们期待各位同学呢，透过产学系走专班进来，好，然后走到这样的一个职场里面，能够走到各位的成功之道。老师，女生可以进入产学专班吗？可以跑船吗？哎，王伟轩，又遇到你了，还记得我吗？你找到你的人生目标了吗？以前我不确定，现在我很肯定的回答你，我要进入轮机产学专班，成为一个适任的管轮，能够学以致用。好，我们来看看你的表现，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口试。那第一位委员，好，我们请杨主任。伟轩同学你好，请你说明一下四行程引擎四个动作的过程。四行程引擎的作动过程包含进气、压缩、动力、排气，共四个行程。伟轩同学，你可以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两台发电机它的一个并联程序要怎么样进行？一、启动发电机；二、检查发电机的电压值；三、检查频率是否一致；四、进行整部；五、断电器闭合；六、负荷平均分配。伟轩，高中3年有很多专业的实习课程，请问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门？有怎么样的心得呢？3年学习过程，我最感兴趣的专业科目是船用电学与内燃机。这两门课学习到非常多轮机员应具备的基本专业知识，对于进入海警工作职场有非常大的帮助。伟轩，那我想你已经上过育婴2号的实习，也下了机舱，那你认为机舱的这样的职场适合于女孩子吗？经过育婴2号的海事上实习的经验后，我发觉船上的工作环境并非想象中那么的严酷，只要抱持正向的学习态度，未来一定可以在这工作环境中挑战自己，不因性别而有所限制。好，我们倒是要好好的问一下伟轩的妈妈，你对小朋友即将走到这个职场，你有什么看法？我们还是会担心他，不过我们有跟他谈过，既然他有这个决心要走这条路，我们就全力支持他。你不会心疼？会啊。好，我倒是要真的好好的请教一下伟轩的妈妈，您真的准备让你的小孩子走到这条路吗？你知道他在船上，他的工作环境每天都是一个很高温、很脏，他跟一堆男生在船上生活，你会有非常长的时间看不到他。您真的决定让他走到这条路上来吗？老师，今天我已经正式接任资深管轮的工作，谢谢老师您的指引。猜滤器应该会猜了吧？我会，我会，这个我会。那你自己动手猜一遍吧。好。
拆，钟表关按怎么拆？要先把这个跟那个把它先关掉，再继续拆。老师，今天我已经正式接任资深管轮的工作，谢谢老师您的指引。